这就是虫草，就是。嗯，这很大，这个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，我跟我爸现在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，这一路啊走的就是这种泥巴路才上来，上来就是为了看这当地藏族啊挖虫草，哎，真的是非常的累啊。大家看看这个天气，阴晴不定，现在我们这边正在下雨啊，走几步路就喘得很，好烫，不冲不冲阴阳。这上面没有任何的信号，有点困难，慢慢走。这视频里可能看不清楚，这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人，都是趴着的啊。这地上的草都是黄的，因为海拔太高了，太冷了。这个眼睛得好，眼睛不好的话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就是眼睛不好了，仔细看呀。眼睛好了，多多有了。对，多多的有。你今天找上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找了多久了？我听不到了。听不懂。嗯。一个小时找了没？听不懂。听不到了。好好好。小朋友几岁了？我的。几岁了？好好找，好，慢慢找，慢慢对，慢慢找。这么多车走的真的快，挖上了，我也找到一个，装不住了。今天早上挖的，今天挖的。哎呀，哦，就这个，50块一个，这大的哦，这一个多少？这个大的那个50嘛，大的50，小的呢？小的30多吧，30多。今天早上找到了3根，对对。找了几个小时，找了3根。嗯，找了多久，找了3根？2个小时吧。2个小时啊，3根。3根。哦，这个。小朋友，你几岁了？我。嗯。我3岁了。3岁？不是，6岁、7岁。6岁。慢慢找。慢慢找。好的，慢慢找。这你看，我爸也在找，你能找着不能？那这样一个月能挖10000块钱不？一个月？10000块钱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一天的话300-400块钱。刚刚找了一个，你们要挖草草？我们不挖，我们看一看。我们再挖不来，我们也想挖，想挣一点钱，但是。挖去等你挣
这我们工具也没有，用手再挖不来。找都找不到，不认识。找不找不到嘞？哎，你找吧，你找吧，你找吧，我找到给你，我也不要钱。红红的，这个太长了，这个不是，不是哦，不是，知道吗？今天早上你挖了几根了？我挖了五根。五根了？嗯，可以啊，五根很多了。在三分钟之内再挖一根，再过三分钟，一根就到了。嗯，我想让你们挖一百根。我的，一百根挖到了，就是再一挖，马上就发财了嘛！换位置，继续向上。呼吸。你们带上吗？带不带？带上。他们也不要了吧？哦，你们带上了。哦，对对对。你挖几根了？挖了一根。多长时间？啊？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挖了一根。挖一根。这个。姐姐她挖的多，她挖了五根了，就她，对，男同志挖了三根，女同志五根，还是女的厉害，女的厉害，男的不行。哈哈哈走走，难得很。我们上来一个小时了，还没找到一根。山上的天气阴晴不定，刚刚还在下雨，现在下冰雹了。此刻呢，已经下大了啊！跟着他们一个还没有找到，两个女同事。哎呀，下大了呀！这一两个小时了，终于找到一个，哪个？笑得很好，你看嘛。哪个？看到了不？这个绿的吧？不是，你看嘛。这个？嗯。这啥都没有啊，看着。是是。这我上这边看看。这个不。你怎么没拿上是？哪个？哦，对对对，就这个嘛。就是。哦，这一点点这个。嗯。哦，就这个，对对对，这就是虫草，就是，嗯。哦，那你们挖吧，要挖了。赶紧挖死，赶紧。哦，这个确实是难看，这个。就是。这个，哎呀。哎呦。你挖吧，没事。
就是，哦，这个大的很呢，这个，这很大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大的很呢，这虫子，哦，这个确实是不好看见这个。虫草，哦，原来是这，哦，这是第二个了，啊，好好好，哇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哦，这个再难看，这个不是，这得趴下看，不趴下看不上，你趴下看，不趴下看不到，看不到吧？啊，站着看不到，站着看不到啊！哎呀，这个一个多小时了才找到一个。对，尤其那个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都找不到了，一两个小时都找不到。对的啊。嗯。那你赶紧找一个嘛！你我跟着你走了半天了，还没找到。就是我也找不到了，这个样子嘛，那找不到了，我也那个一看见要找就到了那个。嗯。这姐姐给我看看她找的，哇、哦，你的多啊！就是，我只找了这个。今天早上找的。这还挖断了一个嘛？这个就是这个断了，断了，就是断了。哎，好的很。这个哦，断了，对。嗯，就是断了。断了再就没有那么值钱了。对。啊，你这个盒子大，拿个大盒子就对了。嗯，就是。找不到了哦，找不到。慢慢找。好。我也想找了的，想找怎么的办法了？我想让你找100个。100个找不到。一天的话能找多少个？一天得最多了个20个。最多20个。30个，你刚才找到了有。哦，20-30个。嗯嗯。一个的话20-30块钱。嗯，20-30个这个。哦。那个是别人找不到的，一个找不到的。好的好的。一个找不到的也有。一个找不到的也有。有，真的有。嗯。好难找。